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一，地球的伟大觉醒，随着光子带的临近，预计将发生大规模的精神转变。问候，亲爱的人们。光子带及其即将抵达地球引发了许多好奇和猜测。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围绕这条光子光带的迷人概念，它将对人类意识和地球生命产生的预测影响，以及它为人类的未来带来的充满希望的愿景。尽管其中一些想法突破了既定科学的界限，但它们迫使我们反思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并思考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隐藏的潜力。透过以开放而批判的心态审视这些令人兴奋的概念，我们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帮助塑造一个更自觉、更公正、更永续的社会。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明确地证明任何一种说法，而是促使我们反思身为地球居民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走向何方。什么是光子带呢？光子带是我们的太阳系定期经过的高频光子和反物质粒子能量带，它由光子、伽马射线和反物质粒子组成。这些高频粒子的振动水平可以激活 DNA 并导致细胞转化。光子带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行，我们的太阳系以26000年的周期穿过这条带，这个周期的一半，相当于大约13000年，是在光子带内度过的，另一半则花在外面。目前我们正接近13000年之一的时期，我们的太阳系将位于光子带内，这是每13000年才发生一次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地球和人类内部的重大转变。光子带的到达，光子带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抵达地球。当地球穿过这条强烈的光子光带时，将对我们的星球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光子带到达地球时，将引发大规模的精神觉醒和转变。来自光子带的强光将激活我们的松果体和 DNA， 扩展我们的意识并赋予我们通灵能力。能量会让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进化到更高的境界。此外，当能量压倒我们的太阳并导致其暂时变暗时，可能会有几天的黑暗和极度寒冷，电网可能会故障，但在这个过渡期之后，光子带将迎来地球上和平、爱与和谐的新黄金时代。人类将在光明中茁壮成长，与大自然、宇宙和谐相处。光子带的到来是一件吉祥的事情，我们应该拥抱，而不是恐惧。它代表了加速个人和集体进化的难得机会。凭借着开放的心、开明的思想和积极的意图，当我们与淹没我们星球的神圣宇宙能量保持一致时，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展现天堂。黑暗三天。当地球穿过光子带时，将出现三天的黑暗。当地球进入和离开该带时，它将经历三天的完全黑暗。在此期间，地球表面不会有阳光或月光。黑暗将是由带中的光子阻挡所有阳光到达地球所造成的。光子是以光速传播的电磁粒子。当光子带接近时，光子将像地球周围的临时屏障或屏障一样，阻止来自太阳或恒星的光穿过。三天的完全黑暗预计将持续72小时。一些消息来源预测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可能长达5天。这三天没有间断，也没有间断的光明，只有持续的黑暗。
应采取预防措施，为三天的黑暗做好准备。建议储备食物、水、电池、蜡烛和其他必需品。由于所有阳光都会被阻挡，太阳能板不会产生能量。出于安全原因，建议留在室内并避免旅行。对于那些不知道光子带到来的人来说，黑暗可能会引起混乱、焦虑或恐惧，但无需恐慌。三天过去后，光子将继续移动，正常的阳光将返回地球，标志着黄金时代的开始。在即将发布的文章中，我们将深入研究光子带机制的复杂性，探索其觉醒的潜力以及它可能赋予我们的一系列心灵能力。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觉醒的幕后花絮：光子带如何触发觉醒并解锁睡眠礼物？地球上的人们，亲爱的光之家人们，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光子带的出现和地球上的全球觉醒。现在让我们来探索光子带的机制及其觉醒的潜力，以及它可以赋予我们的精神力量范围。意识的激活。当光子带的光束接触到松果体时，我们就会变得完全有意识。松果体是一个小型的松果状腺体，位于大脑中心附近。它被称为第三只眼或内眼。古代传统相信它是启蒙之地，可以打开心灵进入更高的意识状态。现代科学发现，松果体会产生褪黑激素，调节睡眠周期，和血清素，负责情绪和幸福的神经传导物质。它还含有感光细胞，并遵循与日光同步的昼夜节律。当松果体被激活时，它可以增强直觉并挖掘更大的宇宙智慧。光子带的能量束将启动人类 DNA 的全部12股。通常，我们只使用大脑潜力的一小部分，但透过充分激活大脑，我们可以释放我们隐藏的能力。激活大脑的更多区域可以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超感官知觉、内在的创造力以及与所有创造物的更深层的连结。有了 100% 的大脑功能，我们将获得心灵感应交流，透过专注的意图治愈自己和他人的力量，以及对我们身体系统的掌控。我们的心灵和能量能力可以显著提高。透过有意识地引导这种能量，我们可以显化任何我们需要或渴望的东西。随着光子带的到来，我们正在接近普遍的启蒙和超自然的礼物。虽然现代科学可能不完全支持这些说法，但有证据表明松果体和大脑的休眠部分具有未开发的潜力。我们正处于进化飞跃的边缘，光子能量将在人类的精神觉醒中发挥作用。可能性很有趣。能力表现。随着你的全意识和所有12条 DNA 链的激活，你将获得用你的思想和意图来显现和创造的能力。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可以让你透过集中的思想和意图产生任何你需要或渴望的东西。例如，您将能够执行以下操作：透过意念取暖并调节环境温度，不需要加热器、毯子或火，只需将您的想法集中在该区域即可照亮黑暗的空间。不需要灯、蜡烛或电，只需用你的思想有意识地创造食物、水和其他资源即可显现出来。生存将会很容易。立即将您传送到您想到的任何地点。你增强的意识使你能够完全获得传送能力。
只需引导您的思想和能量即可治愈您的身体并恢复健康。你将能够自我治愈任何疾病或伤害。与其他具有激活意识的人进行心灵感应交流，无需电话或设备，可能性是无止境。你能想到和打算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直接从你意识的无限创造力中显现出来。只要想一想，你就能做到。这给了你无限的潜力，让生存变得毫不费力。你的想法和意图成为能够塑造和体现你的现实的创造力。透过练习和专注，您可以仅凭头脑掌握创造和表现的艺术。你内在激活的更高意识打开了一个潜力无限的世界。即将到来的光子代将为人类开启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人类意识即将发生的转变将标志着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可以以开放的态度来应对这一转变，而不是带着恐惧做出反应。黑暗的日子象征着休息、反思和准备的时间。松果体的活化可以代表新的觉醒，而潜在能力的觉醒提醒我们人类尚未开发的潜力。我们可以用好奇心和希望来迎接未来，而不是焦虑。未来几个月可能充满挑战，但人类之前已经经历过风暴并变得更强大。如果我们坚持爱，保持正面的愿景并互相支持，我们就能将黑暗带入新一天的黎明。我们的 DNA 活化和大脑使用增加的承诺揭示了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创造和表现的可能性。银河联邦的援助提醒我们，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